One, two, three, four. My life family. 香港著名作曲家顾嘉辉先生在加拿大离世，各界大感惋惜。顾嘉辉先生为香港以至世界留下多首不朽名曲。马拉高 family 将会在1月15日星期日晚上8时正。舉行 YouTube 網上音樂會，同大家一齊重温顧嘉輝先生多首脍炙人口嘅名曲，希望到時見到你啦！除咗萬年古洞同埋森林，玲瓏嘅遊覽元素真係超多啊，而且充滿驚喜，等我哋繼續嚟發掘一下啦！其实呢啲系咩嚟咧？今日我哋嚟到玲珑拉班湖，呢度咧系一个天然嘅美景旅游区，湖光山色，美景处处，难怪啊！1999年荷里活电影《安娜与国王》（Anna and the King） 都要嚟呢一度取景啦。周润发喺剧中就话喺呢个广阔嘅湖面上面划船啦。亦都因此咧，有更加多人认识呢一个隐世美景。大家睇下，但系因为始终咧所在嘅园区较为偏僻，而且缺乏宣传，所以对大马人或者国外嘅游客嚟讲，仍然是一个隐世的珍宝啊。网上更加形容拉班湖是大马五座仙境湖泊之一，更加有一个优雅脱俗的名字，叫做雾镜潭。哇，是不是增添了不少仙气呢？原来拉班湖的前身是精德乐湖，是建造精德乐大水坝而形成的一个湖泊。湖泊四周森林密布，动植物资源都丰富的，盛产红树林、水草和荷花。附近亦都有依靠捕鱼为生的马来村庄居民，令到这个拉班湖更加优美啊。好啦，唔阻大家欣赏美景啦，大家同我哋一齐享受拉班湖大自然嘅风光啦。
拎住啲咩啊？你呢个咧系莲藕嚟噶。咁咧，中间呢啲咧就系、是、平时咧新年嘅时候咧好中意食嘅莲子。咁要点样做呢？我都系第一次拎住咧莲藕。咁咧，就将佢揿出嚟。喂，哇！哇！原来咁样，都几大粒嘅。咁呢个要搣开出面层衣喎，好似系。系啊，跟住一齐搣开。平时呢都几厚噶，系咯。平时买嘅时候都唔知道有呢个衣喺出边啊，一层皮啊。系咯。咁咧就得到我哋平时食嘅。诶，仲有层面袋睇下。哦。真系好。哇！我真系未见过啊，莲子啊食得多啦。冇错啦，通常都原来人哋做咗好多工序咧，先食到。仲我哋仲一粒一粒咁样系咁狂食落去添。好。咁咧，原来咧莲子咧平时系煲糖水咧，都系要咧批咗个心噶嘛，即系篤个心噶。系一个苦噶嘛。系啦，咁咧原來咧，即係呢個咧都一樣啦。咁我哋咧就會係可以咧，搣開佢睇睇先。點走個心啊？就可以係我哋平時食嘅蓮子啦。哇！哇！原來荷葉面咧可以咧防水啊，將啲水咧變咗粒粒水珠噶。美景当然要配搭美食啦。打完卡上岸之后，我哋就食一餐印度餐 ，Roti Canai 当然唔少得啦。睇睇厨师嘅手艺，就知道味道一定非同凡响啦。同时亦都为今次江沙玲珑之旅画上完美嘅句号啊！
中意我哋马拉糕 family 嘅影片，记得订阅我哋啦！多谢各位。